Hello，新年快乐，大家好，耶、yeah, ！新的一年，以房地产来说的话，就是提醒大家一下，可以开始 file 你的 homestay exemption。好，什么是 homestay exemption 呢？就是说你去年买房子，然后是你买来自住的，那从现在开始年初一直到4月30号，四月底是截止日期，所以你可以去 online， 就看你的 county 在哪里，你那个县市在哪里，就去那个县市的 website 里面， OK， 然后就 download homestay exemption 自住房的税的减免，只要注册一次就好了，就可以 apply it to， 就是你都一直住在那里的时间。所以记住哦，年初可以开始申请，截止日期是4月30号，然后。这个自住房只不过是你自己住的地方，这个不 apply， 这个你如果是 investment property， 就是你的投资房是不可以使用这个的。 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咯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